你当真跟少春在一起很多年了？当真，看来你还没尝过牢狱的滋味。二郎，送官。小弟。 三哥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坐下，坐下，干嘛呢？瞧我这人，哎呦，哎呦，三哥，哎呀，没事没事，这就挺好。我听你三嫂说你有一位红颜知己在这里谋生，我能上来瞧瞧，帮你参详参详啊。哎，三姐，哎，这台上哪一位是来啊？那李姨那位便是。 哦，哇哇，哇！云鬓松松凌乱，细腰似水轻软，看着莲步狂欢，疑似天仙若凡。你听听人家这唱词啊！哎呀，怪不得四弟喜欢，连我听了都要心动啊！嘿嘿嘿，三哥素来不喜欢听戏，如果没旁的事儿，便回去吧。哼。 那你喜欢的人难道我还见不得了？现在，当然见得，只不过姑娘脸皮薄，也就她局促了才好。呀，我醒得。少春呢？哦，少春在里面换衣服呢，你们好好聊，我们就先走了。哎。 少春，少春，少春，你别走啊！少春，少，怎么回事？我不认得他，不知怎么突然从换衣间冒了出来。少春，你怎么能说谎呢？我们在一起一年多，情投意合，恩爱非常。你说骗了孙家四少爷的钱，就跟我远走高飞的，现在你想攀高枝了，就想抛下我不管是吗？啊？哎呦！ 我原本以为这种阿的地方总有个别出淤泥而不染的，没想到就闹成这个样子。你看看，哎，看来是有人设局，故意诬陷栽赃。既然如此，何不见官？你个丧良心的！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吃我的喝我的，现在遇到个有钱人，就想跟他走是不是？ 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你当真跟少春在一起很多年了？当真？看来你还没尝过牢狱的滋味。二郎，送官。啊？送官？是。你我不走！我不走！我还躲是吧？ 你管得了吗你？这是我和他的私情，凭什么带我去送官？就算带我去见官了，他也是我的人。少春根本用不得蔷薇笑，一用就满脸起疹子。你看看你。 除了厚厚的一层，他若当真与你有私，刚才根本登不了台。好大的胆子你！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你这栽赃陷害在这儿，来人，你给他拖走，给他捂上他的臭嘴！不，走！快点！三哥，哎，你大老远来，人也见着了。少春受了惊吓，我先送他回去了。好，赶紧回去压压惊。 哎呦，哎呦！哎，我说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？原来是云娘子的徒弟呀！哎呀，哎呀！
你怎么知道我不能碰蔷薇消啊？我那日用了蔷薇消，见你不停挠痒痒，我就知道了。那若是没有这个佐证，你是不是就相信今天见到的？我才不会相信呢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是这样的人啊。那万一我就是骗了你，我就是攀龙附凤、贪慕荣华富贵的人呢？那我就让你攀，让你贪。等一会儿，乖乖。不知哪来的糊涂虫，胡乱攀附，这地方鱼龙混杂，今儿要是我不在，你该如何自证啊？市井上这样的人多了，要么是收了人家钱财，要么是有心贪慕，要么是有心轻薄我。我行得端，坐得正，不怕人抹黑，也无需向人证明清白。这是为何？其实清白一词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全无意义，因为没有人会相信戏子的清白。我要证明，也无非向你证明吧。你刚刚说什么？你说你要证明，无非是向谁证明？我什么也没说啊。你说了，你说你要证明，无非是向我证明，是不是说明你心里有我了？你猜。少晨，你把话说清楚啊！少春师姐，到临崖昼戏了，您抓紧办上。来了。啊哈，你就是林少春吧？云娘子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来瞧瞧我这从来没见过面徒弟，过得好不好啊？等你的人好多啊，想必是赚得盆满钵满了吧？哎，你怎么一点孝心都没有？不知道孝敬孝敬你师父吗？那日冒充您是我不是，我给您赔不是。哼，赔不是就成了吗？那孙府的赏钱都给您。你冒充了我，夺了我的风头，抢了我的名声啊，赔点赏钱就完事儿了。那你到底想怎样？赔我100两，马上离开京城，永不回来。欺人太甚！怎么，是舍不得钱，还舍不得来之不易的名声？行啊，不答应也行。我一仗把你告到衙门里。把你冒充我自称是我徒弟的事儿抖了出去，我非把你搞得身败名裂不可。还请云娘子三思，若当真闹上宫檐，我是不打紧，可娘子的脸面怕是要丢尽了。原来区区一个无名小卒也可以取代京城第一的余娘子，那么这琵琶行的头把交椅也不值几个钱。你。我要上场了，上场，我让你上，上哪儿去？上哪儿去？上啊！孙府的赏钱会送到您府上，请便。嘿，回来！你别走，你给我滚！啊！我是公主啊，我还受你的挟制？这简直没有天理王法了！好。
你倒落出去我也不怕的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当你的阶下囚，我照样是我的京城第一。原来是个西北虎，烂了心的小娼妇，我跟你势不两。 娘子，您这是又跟谁置气呢？哎，帮我在那个练手劲嘛，这样对弹琴有好处。哎呦，没事，算数了。啊，哎呀，什么事儿啊？衙门来人了，说是您状告林少春一案已然受理。 让你明日去对簿公堂呢。什么？对簿公堂？啊！我都没想好要不要去告他，他怎么会？嗯，那您是去还是不去啊？去。 当然去。这小丫头盛气凌人的，而且矫情得很，我得去杀杀她的威风。哎，你找谁？谁是林少春？林少春在哪儿？林少春，云娘子告你，冒充她的徒弟，骗取他人钱财。现在麻烦你跟我回衙门走一趟。 是林少春在哪儿？不知道啊，我也不知道。少春，云娘子不是你师父吗？她为什么要告你啊？我不是她徒弟，我冒了她的名，在你父亲寿宴上奏乐，她不高兴了。谁是林少春？我是。 跟我们到衙门走一趟。你先随他们去，我会想办法救你的。少春，师父，我今日终于明白，什么叫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了。 少春被抓了，那怎么办？你照我说的去做。二师，快去。二位客官，里面请。哎，你们想不想听点八卦？哎，说说说。听说前一阵啊，在孙家潭琵琶的那个不是云娘子，是冒充的啊？那是谁啊？据说是百戏班里最拿不出手的一个。 叫什么？我忘了。不过啊，他年轻貌美，远胜于娘子百倍啊，就连琵琶都不让于娘子分毫，难得呀！这么说来，这于娘子也不过二啊，连野地来的毛丫头都能抢了他的饭碗。这下其实男父啊，早知今日就不来了。这没事，起来。 来来来来，喝酒喝酒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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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喝酒
放心吧，四爷。林少春，你是否承认你假扮余娘子骗得了赏钱？
我是拿了赏钱，不过林赏是在录了阵容之后，满堂宾客皆知道我不是余娘子，因此赏与罚，拒与余娘子无关。那你究竟是不是余娘子的徒弟啊？是啊，大人。林少春是小女子的徒弟。你凭什么觉得我会承认林少春是我的徒弟啊？ 若林少春是娘子高徒，那么他一鸣惊人，也有娘子的功劳。世人至多感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可若娘子不认这个徒弟，那么娘子的名声便会毁于一旦。不但叫人觉得娘子的技艺不过如此，还会得个忌惮后生晚辈，很下毒手的恶名。既然你入了我的门下，算是误打误撞，本来我是不想跟你对上公堂的。 没想到出了别人的套，绕了好大一个圈子，险些赔了夫人又折兵的。您的意思是，背后有人设局？我这几天思忖了一下，算是找出点头绪来。我跟你说呀，那些有钱人家的公子哥啊，招惹不得，你可得仔细了。 富贵窝里的都是豺狼虎豹，锐行事磊落，还及不上咱们江湖人。原来如此，难怪最近发生这么多事。明白就好。对了，不用跪下磕头了，干了这杯半世茶，往后你就是我的人了。好。 少春，怎么了？愁容满面的，出什么事儿了？你来做什么？我来陪你啊。我林少春，无父无母，家徒四壁，只不过是百戏班的一个小线儿，我什么都没有。我孙玉楼父母健在，家财万贯，是当朝首府的儿子，什么都不缺，咱俩凑一凑，刚好齐全了。 我虽出身寒微，但我断不会给人做姨娘的。那正好，我孙玉楼这辈子只打算娶一个妻子，要做就做我明媒正娶的四奶奶。可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。 我可以等你啊，也许要很长时间。我不怕，我可以一直等，一直等，一直等，等到你愿意嫁给我的那天。你呀，真是我命里的魔星。你怎么了？昨儿还好好的，今儿怎么患得患失的呀？没事。 一条难走的路，你都不怕，我又何惧之有啊？你放心，有我在，再难的路都不会难的。说大话？哪里是大话？我说的可都是实心话。你瞧着，要是我不好，你就把我踹了，我绝无二话。好啊，那你现在下去啊，下去啊，下去啊，下去啊！哎，说说。下去。 哎，下车！对，少春。